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Rag of Lamb。今日我非常之高兴，因为请咗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嚟我个 studio 度同我一齐煮嘢。由于佢咧太靓仔啦，惊刘德华睇到呢一个 video 咧会有少少尴尬，所以咧佢系唔会出镜嘅。佢就系呢一个男人啦，咁佢就会 show 佢个背脊嘅。咁一睇佢个臂弯咧，就知道黎明咧高度高佢少少，郭富城咧跳舞好佢少少，张学友咧歌声好佢啲多，咁咧佢同刘德华一样咁靓仔，系啦，佢就系我一生人最重要嘅男人，我的老豆。咁佢今日咧系会教我哋点样整炒年糕。咁我曾經同你哋講，我係福州人啦。咁福州話咧就叫做茶包會。咁你哋不妨試下啦。都係同大家講笑啫。學我老豆話齋，唔講邊有得笑啊！繼續睇落去，我老豆會出現同我一齊試味。今日需要嘅材料包括椰菜花 （Chinese celery） 即係西芹、五花肉。香菇一包，年糕仲有鸡精、海盐、豉油、糖，同埋我唔记得影嘅绍兴酒。我老豆首先切咗个椰菜花，仲用咗半嚿咁多。我谂呢度大约半磅啦。切咗啲椰菜花之后咧，就冲一冲，将三四条嘅西芹洗干净，然后切到两寸咁长。将六个香菇切咗个定，然后切片，好刀法。五花肉咧只系需要一块，切到一片片。如果你未睇过我 Air Fryer Crispy Pork Belly， 即系脆皮烧肉嘅 video 咧，记住上我 YouTube channel 去揾啦。准备好晒啲材料之后咧，我个老豆就开始煲滚啲水，喺水里面咧就要加啲油。你个样喺个盖上边。啲水滚咗之后咧，就将呢包两磅嘅年糕放入水里面。霎几耐啊？霎到软咗，唔系好耐，啲差唔多熟噶。啲年糕霎到软身啲之后咧，就隔走啲热水，然后用冻水冲，隔走埋啲冻水，然后放啲年糕喺一个碟上边。得啦，摆冻个水，准备好晒，依家开始炒年糕。我老豆放咗大概一个汤匙嘅油喺我呢一个唔会黐底嘅镬里面。首先炒熟啲五花肉，依家系时候加入其他材料，包括香菇片、椰菜花同埋西芹。喺个镬里面咧，就捞一捞啲材料，然后冚盖煮大概四至五分钟。如果觉得干咧，你可以呢一个时候加啲绍兴酒，或者阵间加都得。煮咗几分钟之后咧，就加入啲霎咗嘅年糕。喺镬里面咧，就继续炒啲材料，炒到差唔多熟为止。差唔多熟之后咧，就可以加啲甜味料，包括一茶匙嘅海盐、两茶匙嘅糖、两汤匙嘅豉油。仲有一茶匙嘅鸡粉，加咗啲甜味料咧，就继续捞捞捞，咁啲甜味料同埋啲材料咧会混匀啲。如果想啲炒年糕香喷喷，可以加一至两茶匙嘅绍兴酒。话明系 stir fried rice cake， 咁梗系继续捞啦。终于搞掂，依家可以上碟。
使筆曬，筆到夠得啦。我哋依家咧會試味，得啦，試味啦。哇，好好味啊！你们试一下。嗯，我尝一尝。嗯，好好味啊！好好味啊！真系好味。不妨试一下啦。好味。你个包会前边啦，跟住我企喺你隔篱，你可以拧住面噶，你唔使 show 噶，你拧住面得噶啦。你自己講。Yeah, OK, 你企喺度，你企喺度，你企喺度，特別嘉賓喺度。哎呀，佢喊啊！等陣先啊！我喺屋企就係咁噶啦，不停哎呀呢樣一呢樣。爸爸，多謝你教我哋點樣煮你最拿手嘅炒年糕。你付出咗咁多，我哋下次炒翻俾你食。祝你父親節快樂！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 video， 请你订阅我频道，同埋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网友。 Thanks for watching!